病毒无情，人有情，我们身在海外，心系祖国，中国加油！尊敬的各位侨胞，晚上好。我呢，受北京联合会丁绍光理事长、李红理事长、许绍里会长的委托，我们北京会呢得知呢武汉这个疫情的爆发，那么呢也是心急如焚，我们连夜筹集到了13000多这个善款，支持呢和这个抗击呢武汉的这个冠状病毒。那么呢我们尽一份心力，也跟广大侨胞各个社团联合共同抗击病毒。祝呢鼠年平安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，谢谢。我们北京联合会，号召抗击疫情捐款活动以后，广大会员和朋友积极响应，目前为止呢，我们已经收到善款超过17000美金。收到钱后呢，我们大家正在积极筹集医用口罩，还有医用防护服等。我们身在海外，心系祖国，大家一起努力，加油！作为美国北京会的会员，心系祖国，在灾情面前，我们大家共同努力，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。我们一直在捐款捐物。我是湖北黄冈人，湖北加油，中国加油。我是段丽，在美国祝中国加油。在美国洛杉矶祝北京加油，中国加油。我是美国北京联合会邢越，北京加油，中国加油。我是武汉出生的北京人，作为北京会的会员，北京会这次活动我们要积极支持，武汉加油，祖国加油。我是美国洛杉矶姚桂梅医生，在这里向战斗在武汉一线的同行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，中国加油。我们在美国洛杉矶，我们身在海外，心系祖国，为武汉加油。作为华侨，我们心系祖国，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。洛杉矶的美国北京联合会呢，我们在这个很多的祖国天灾人祸面前呢，总是一马当先。所以我们北京联合会因为有这些宝贵的会员，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它做好。病毒无情，人有情，我们身在海外，心系祖国，中国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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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。